小腿摸起来是硬的，嗯，是硬的，是结实的，这时候要瘦没这么简单。哦，我们先一样先把产品放上去。我要这样抬腿抬起来吗？如果你平常可以抬起来做是最好的啊，这好舒服，凉凉的。对，然后这样子做之后呢，你要怎么做你知道吗？把你的手像在拧毛巾一样左拧。好痛啊，轻一点。右拧啊，像拧毛巾一样，像拧毛巾一样左右去拧它。哦，左右去拧它。哇，好酸呢。很酸对不对？很酸对不对？因为其实常穿高跟鞋或者是你的腿是因为硬式脂肪太多的，或者是运动员，对，经常运动，常常这样子左右去搓揉你的腿，像在拧毛巾一样，左擀右擀，左擀右擀，酸一会儿就觉得还挺舒服的。是，但一定要有产品哦，不可以干干的这样子拧，对，不可以干搓。你这样子拧久了之后，你看哦，待会儿，好，好舒服啊，再摸摸你的腿，嗯，哎，这样子真的柔软很多，是不是软很多？嗯。